哎，大家看看这是谁吧？哈喽，大家好。我们哥们就是海伦没聚上来，上哈尔滨来去了。那个我二哥今天来看我来了，然后开车正好送姑娘，正好到我这嘎达。哎，咱俩赶的也巧了，你是是，多长时间送一趟啊？我是两天来啊，那去。我怎么都能赶上，我只要到这就能赶上，是是吧？上次吧，在回海伦的时候吧，我小二哥在那哪儿，在那个哈尔滨呢，对也没对有时间。说这回正好对，有时间，对。我来看看我叔来，还给我叔呢，这下上楼下去接的我。这儿呢，这儿呢，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老战友，这是我的战友，战友，这下上刚才战友相聚，上楼下去接的我，那必须的，必须的，那可必这须的，时间短呢，这啥那个到这嘎达拆油的，都多长时间？我在嘎从哪儿哈达那儿啊？啊，哈达我坐那地铁过来一啊，个多从地铁过小时，一来，个小地时，铁，完了就啥常见和还有我那个我老战友给我准备的伙食，大家看看，这家伙，咱们还人家自带菜，我菜都没带，你我就带上嘴来的。下雨天你来，你看我还来是吧？开吃吧，那个吧，喝吧喽，喝吧，哎，喝吧喽。我这还是寻思咱们去那个，明天我特意我跟我妈，我俩去踩那点订的多，后来一看下雨了。完了，拉倒吧。行，咱给咱们给这个饭店不是给这酒店吃点挺好。哎呀，这是德莫利炖鱼啊。啊。哎呀，这基本上有四个菜，全三个菜都是我爱吃的。哎呀，你是照我标准来的吧？哈尔滨小啤酒啊。哈尔滨。就哈尔滨有，别的地方没有。到哈尔滨咱们就得喝点家乡的酒。必须得喝点家乡的酒。叔，你来点白酒啊。哎，我来白酒。那我这有。我跟谁？我俩咱俩来点啤的。整点啤的，咱俩一年多也没喝了，是吧？整点，来吧，整点吧。咱一早倒上这个，咱俩是把手把瓶还倒没了？咋都行，手把瓶不是你习惯手把瓶还是喜欢？那就使瓶嘛，使瓶不使杯了？对，使杯还费劲，杯不得劲儿是杯，是吧？嗯，你那白的，白的，白的我有，我自己倒。我倒上说啊，有倒吗？好几年都没喝了。就是作为我的老班长，我得给你喝。这，我得把酒倒满。这是战友，战友，战友。我俩今天上太阳岛溜达去。行啊，没啥事，没啥事。这功夫完了，坐那个坐船，游轮的，还游轮呢。啊，游轮大船不是游轮吗？不是，我都没坐过，我运水啊。哎呀，便宜，挺好。嗯，太阳岛那。16公里，那个40分钟，啊，完了又顺太阳岛那嘎达又坐回来，哎呀，那家伙，那一人三十几了吧？35块钱，真不贵，那真不贵，35。那我们说便宜嘛。咱没拿纸碟哈，没拿碟，拿这个了，拿这个，大米饭，行，对，高大米饭，一人来一个，你来不来大米饭？我不来大米饭，不来你高定。对，你要简陋点临时订那小快餐，行，这挺好了，这是简单整点。我寻思吃铁锅炖去了，咋？后来我看下地，这也挺好啊。来，咱也咱喝一口了，整够一口。欢迎你再次回到家乡，说。有机会一定的，那老同学这咋来看我来了？顶着雨来的，那还赶今天，赶今天下雨，要不我还能早点。高速那个。雨下大，刮大，刮大大风啊！干树枝全干折了，打折了，是吧？这地方这雨说下就下，你像天津那地方不对，那可以。对，下上雨老难了都。咱们这嘎达雨有点下偏了，春天不下雨，到秋天到这季节开。秋天下雨不好，马上收秋了。对，秋天下雨不好。吃点菜，尝尝。是，尝尝咱们东北的菜系，看看怎么样。哎，干豆腐炒的好啊，他家反正瞅个就排行榜还行。嗯，这菜炒多好。嗯，软乎的啊。啊，不，这哈尔滨啤酒挺有劲儿啊。几度的？1900真糖。他说就哈尔滨，他说这个酒就咱哈尔滨有，别的地方的他不出省，不出省。哦，对。1900，我头一次喝这个。1900马拉车吧，是吧？对，马拉车就在咱们喝马拉车，这酒还有这标志呢。对，别的还没有。他问我来啥酒，我说那姐你还用问吗？那必须是喝点家到家乡的哈尔滨的小马拉车啊，对对不对？对，你现在你到家乡必须得喝这酒，咱家那没有，很少有这种马拉车，就有那种那叫啥玩意儿，雪花纯生啊，对，哈尔滨小麦王什么玩意儿？对，这真没有，我真是搁在上海楼我都没见过呢。嗯，哎，你尝尝这个，这鱼挺好，我尝一口吧，行不行？味儿啥哈？
咱们就是有时候都没时间，等有时间咱们，嗯，上德木利转嘎吃去。对，我老丈人家就路过那个德木利，太着急。德木利炖鱼啊，他也是。他这也叫德木利，但是说不正宗，人没有人那个德木利，其实也差不多，还是。德木利是啥？你知道吗？粉条子、大豆腐、白菜，然后这几样东西搞一起，这种炖法叫德木利炖鱼。哦，德木利是一个那个啥吗？哎呦，它是一个不是地名？地名对对，地名对对，就是那种炖鱼的方法。对，你看这小菜瞅着哈，嗯，全是咱家乡那味儿。小菜，小凉菜，这什么溜干尖儿？干尖儿。哎，说溜干尖儿，我想想，还有红肠呢。啊，呀。你俩尝尝这个，我尝尝。行行，我不吃了，我爸都吃两个，我俩一人吃两个。我搞这个，搞这个啥子？我吃一根。你尝尝这红肠。吃吧，好吃。我上中央大街买的。嗯，这是这红肠纯的，是不是？哈尔滨红肠好吃啊，哈尔滨红肠。我吃，吃个小花卷儿，小花卷儿我瞅那得意。你吃点吧。啊，瞅啥是得意？你看，这小花卷儿，鱼必须配花卷儿，你知道吗？啥啥的。蛋奶小汤是吧？正好。哎呀。鲤鱼配花卷，啥啥的。这小啤酒配红肠也挺好。那你用红肠呢？硬菜。这个红肠是比较味儿比较正正纯。我说你要不着急，就在哈尔滨待两天，正好我跟他待两天，等全来了，咱仨聚一下。行行行，我看看吧，看看能请假给他待两天。待两天啊，你待两天。嗯、能请假就待两天。反正也待不几天，我也待不几天。我关心咋的？这边有事儿，要不然我就。回小轮来啊，那是有事儿先忙事儿，这啥时候没有事儿再回去。哎呀，这下就渴了，真好。嗯，昨晚上我俩下车之后啊，吃的小砂锅，还有油饼，哎，东北小砂锅小油饼，嗯的，哎呦，哎呦好吃，啊，嗯，多好吃，要你这回这儿了就愿吃这些家乡菜，嗯，关键你永远是走到哪里永远忘不了家乡的味道，对呀，这是。那吃出这感觉来，我爸遇到这嘎达，一瞅这砂锅油饼，就不咋就脚步放慢了。我说这呀，重庆小面，重庆面不行，不吃那玩意儿，给家里也吃。这砂锅了、油饼了、大米饭了，我跟我一口，我也是。对，砂锅油饼、米饭了，我也面食之类，我愿吃。对桌，玲玲一来这儿哈，你说我多少年没来这儿？那年。就是说我老丈母娘有病那年我上医院去一趟，但别的地方没溜，就中央大街我都是那时候咱俩搁这干活的时候啊，那时候我来过。哎呀妈，你讲起我俩干活了。其实我们俩咱俩是今天都40多岁了啊。那我这42、咱俩是第二次相聚哈尔滨，第一次是我俩打工的时候。第二次好像真是第二次。那工你17、18吗？嗯，刚开学校门也是17、18。那给我开学厨师，完了给我、他给我找工作，我先给我找工作。我先来的啊，他先来的。完了，我俩是整个10几，我俩就一起北上吧，本来是干哈尔滨的。北上，这属于北上，对，北上是吧？啊，这家给我这来没有活啊。刚开始来待几天是吧？啊，没有活。嗯，完了给我连一个黑东西，属于黑东西。给我连一个就是那个烟厂那边有一个迪吧。黑东西，黑东西啊！哎呀，还收我20块钱呢，现在收你20、40，那得前十。真的，完了就给我安排到那个，我靠，干了14天，干14天，干了28天，是从14路来的，干了28天。对，完了他看我干没那啥，太累了那会儿。那活干不了啊！完了，我俩回家，他送我送站，他给公交车，他给下边，我给上边哭，他给下边，我俩那时候。那时候我俩，我俩刚毕业，都刚毕业一年两年的。那跟我啊，那时候都是打工嘛。你回去说他是老遭罪了，完就回，后来你给整回去了吧？我就来了。来，对对对。我一听说这手都嘎坏了。他种那个。那天杀鱼吃住的老不好了。那时候你还在那个到外去河图街呢，河什么街？复工嘛。对，复工酒店。复工大酒店，正阳河。加工厂旁边。正阳河那个加工厂房后。嗯。我还找着了呢。我坐火车来，那真急眼了。那咱那个干啥？我哪儿都找不着。我爸去了，哪儿都不去。上寝室，我到这就来了。上寝室，我到这来不愿进屋。嗯，不愿进屋，或者完了。我去那时候，我等他们卸鱼的时候，我跟进屋。我去找他，我找他那时候就是天天下午了。下午没啥事儿了，没啥事儿，过了饭口了，过了饭口不找。对呀，那时候杀那个桂鱼，哎呀，那家是完一扎就孬吧了。
手里边就是手扎坏了，扎坏了。我说我看看你手，不让看，你回不出这手。我到那一瞅，一瞅那许社小黄背儿，那真是过去打工，那鞋呱呱湿，给那个暖气灯亮。造那个他那个就是下边那个厨房那老湿了，那老湿老遭罪了，那可真遭。这是要产业一月多少钱是吧？180最开始180，180不是100，反正100多块钱。反正就是常见那时候可真挺遭罪那种。我刚出这学校，刚出来嘛，我说别干了，回吧。不是，人那时候人常见寻思你子承父业的呀。对，咱们家本身原来就干这东西。学继续学一道菜回去。那真那可真遭罪。哎呀妈呀！哎呀，一晃啊，一晃你说20多年了。嗯，那咱俩干没那年。17、18，咱俩来的。正经的20多年了。这孩子都17、18了，那个就咱们现在孩子这么大时候，咱们俩来的。对，就是他像他们这么大时候来的时候，我俩这就磕着了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谁也不认识。那真是，那到哈尔滨这两眼公开呀，谁认识谁呀？那会现在你让我找哪样的，我都找过。要不然我说20年前来过，那次来就是打一毛就走了，上那个学府路那边医大院那边出去。这嘎是道里道外都不道，道里去呗。道理啊，这是不是离火车站不远？这马上就是哈尔滨站了，那这块就离我那个，离我那个书学校不远峡，我那书学校给南岗博物馆那，博物馆那不远峡了，博物馆海燕大酒店。博物馆记得咱们开不开？咱们从那火车站出来一直往南去，像南是南边哪儿？一上坡那不博物馆？一上坡就博物馆，对，就那个，就那块有个广场，就是完往下一走就是秋雷地下，对，松雷就是那块，对。越说越对了，喝一口。明天我得上那去看看，今天我没到出时间来。博物馆，明天上出学校那啥去看看去。博物馆是今天是昨天咱俩走还路过叫博物馆，是吗？那可我还看着了。哎呀妈，那就是。我这后记字挺老的，那上写的。对对对，写的博物馆对。哎呀，20年前，想起20年前，那是真难真苦。那不，那我哥俩那真是没钱，那我也没钱过。那个是咱俩好像挣点钱都不容易。好像你上课的时候我请你吃碗拉面吧，拉面，拉面馆，兰州正经的兰州拉面，郑州兰州拉面，那也就能那个水平，那一个月开180块钱，也就那么个水平。当时也行了，那碗拉面4块钱5块钱，4块钱一碗拉面。送完拉面之后给他送上车，他坐大客车走的。我家苦不也过苦，我这人比较的感性，重感情味啊苦。我就给他扔，给他扔这了。我上车的时候，我说老姜，我给你扔这了，我走吧。我才那时候没干过活，刚出来。咱俩都干出来，刚出，刚也。你说从来就是没离开过父母。我更白扯呀。那时候哈，就是但是我干活最起码是咋，给家里边就是饭店这套活多少会点。对，你要是让我说扛麻袋啥，那活我更干不了。你要这种杀鱼剁排骨啥的，我还凑合呢，最起码。苦点是苦点，但是会整。你咋的？你从小吧就是熏陶出来。那本身我厨会那套手艺。要颠一个炒一个炸啥的。子承父业。不是，完直接南上，是北上，直接就奔出去要。小时候给家时候就是干这活。对。就干这活。但是我那时候我得没头学艺呢，是吧？没头学艺老了。那咱也没想到这么多。这家伙。这是那时候。那时候就寻思。其实学个手艺的时候，那真是，那时候真是。叔，你尝尝快，尝尝快，吃点鱼，吃吧，我这，来吧，来，喝点小啤酒啊，凉快的，痛快，挺好。这两天昨天我就喝一瓶啤酒，我就去等你来呢。昨天打电话说，我寻思给全哥再整了，我再更好。我这两天回去我再整来。行，反正你有时间情况下，你别耽误事，工作。别耽误事，你没有时间就拉倒。对，没有时间不用来。其实咱们啥时候都能去，赶上了。像你天天的两天送一趟货，哦，两天来趟，正好。我正常来了，我第一时间。那天我给全打电话，你知道吧？你知道我为啥？你明白你电话？你看，我今天给你打电话，我也没打通。不是，你给我打通了，打通了有一个未接电话，我不是你那号啊，不是看完了你谁给我打电话？我存你多少号你知道吧？我那个。哎呀，你都不知道你这些号吧？哎呦，你还有这个号呢？我有你5个号。1061这还有呢？哎呀妈！9612 1061 9198 7757 7754，这东西。
都是原来那原来就是那种那种使的呗。嗯，最早的时候。对，哎，你能五个号，我这五个号我打一个不对，打一个不对，你怎么整？那时候就是手机丢了那种。对，那最早的一批了，刚开始，对对对，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打电话，完了那谁，大全，我打电话，他说这老店给你打电话了，问几点到啊？啊，完人那边好像安排饭啥的，啊、哪儿的？我一看手机，我手机真放那啥了，我也寻思你开车呢，震动，震动，震动，我放着震动，我一看打电话，怎么让给打过去了？还是然然，他给我打电话说然然感冒了，感冒完他也就来了。啊，昨天我去送那个打的人，哎，今天打第三个了。嗯，来吧，咱哥俩，20年之后重聚哈尔滨呗。对对对，啊，从相聚哈尔滨就是。相聚哈尔滨，来，为咱哥俩的这个20年，哈尔滨这也得整一大口是吧？再整一口，为了就是为了咱们的逝去的青春干杯了吧？还得创一下子。感谢我叔。善心款待啊，就是这么老远啊，还得给我买酒。刚才喝了半唠了，酒不够了，就暂停了。我们仨暂停一会儿。刚才又那谁，我说下去买的酒了。谈不到感谢，真的感谢你。一个战壕里的战友，要见面就是亲，亲，真亲的，格外亲的，就是。对，这是应该做的。这是应该做的，那必须的。但是我有时间欢迎你，还回海龙吗？那有机会指定能回去，战友情、心情、感情、友情都在一起，都融入这杯酒里面了，是吧？哎，对呀，都想起来就是以前的戴帽徽领章了，就是穿一身黄衣服那点这个心情。所以来讲呢，咱们有这感情，嗯，哎，来酒，干了，干了，干了，干杯了，干杯，干杯，王哥没少喝，嗯。哎，姐，明天出发呢。今天喝挺，那今天今天喝挺好，今天。嗯嗯。哎呀妈，这家伙一年都没在一起喝酒了。嗯，一年了。这两天赶紧给那个啥全整来啊！咱们得聚一下。看明天回去，后天我就给整来。行啊，行。完了，三剑客这回重聚哈尔滨吧。重聚哈尔滨啊！镜头切换一下子啊！你看近一下子，你看三剑客聚哈尔滨了。那。再见吧，家人们。嗯，咱们这会快休息吧。你俩因为都开一天车，就今天上太阳岛了，是吗？嗯，没开车，单溜达一圈，还溜达，没有事。拜拜拜拜，多多支持我二哥啊，海伦小二哥，谢谢啊，给我二哥支持支持，天天录视频啊，需要大家的支持，嗯，都知道，一般的老铁都明白，都知道啊，都知道啊。感谢大家了啊！我二哥是个特别有才艺的人，啥才有才，就有点好说。手指盖起啤酒了啊！那个，你眼皮起啤酒，眼皮起啤酒，单手啥玩意儿？单手碎石啊！单手劈大石，单手碎大石。嗯，我二哥都行，都行。我现在就不行了，我嘴硬现在。特殊才艺。